来到鹿谷乡鹿谷村坑内农路，可以看到三米宽的道路，路边有崩塌情形。议员许素霞日前会同县府前往会勘，但县府表示，目前县内有许多道路都有崩塌问题，需统一报至中央申请灾修款才能处理。议员许素霞希望县府今后能够编列特别预算，就紧急灾修状况尽速修复，以避免造成更大的危害。